哎呀，这福儿还真是守信呐！不必多言，进来吧。别关门，否则我马上就走。 是不是？对，第四层我已经练成了，解药呢？坐吧。 小技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，你倒不如乖乖的配合我，这样你也能早点解脱。别以为你这点门道就能唬住我。停！ 还是我的鬼手更胜一筹啊！ 刀上有毒，别假惺惺的了，快告诉我，张铁他到底在哪儿？他根本不可能回家。你这么聪明，难道猜不出来吗？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？ 抓住他！
今你可不要让我失望。我仅剩的元神都在你手里，还怎么害你？我这功法绝无问题，若有欺瞒，天诛地灭。你还有两个生命。去吧去吧，快去吧，灵根仙元全都是你的，全都是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可以帮你。你已经在帮我了。巨人，果然此人是我。龙翔，可恶的蝼蚁，去死吧！不不不不不，难道是？啊！快走！第六层，炼丹第六层，好诡异，我们都被他骗了。是刚才的另一个人吗？不对，是莫大夫。我医术竟然有毒！解药，一定要找到解药。与子同，长春宫竟然是仙家秘籍。怎么是你啊，张铁？张铁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啊，张铁！张铁，张铁，你醒醒啊！以习武之人身躯，
秘法炼制，得无知无失，无魂无魄之人魁，废之人魁术也。此术一出，心神俱灭，闻灵则动，永为魁奴，融血于面，人魁可御。张铁已经不在了，但你也不是什么铁奴，你以后就叫取魂吧。寒力无徒，如果你能读到此信，说明我已经死了。你中了我的魔银手，身上的寒毒需要暖阳宝玉才能解。你可将此信带到家园城的莫府，我夫人自会拿出暖阳宝玉，跟你交换他要的东西。韩立，莫某一生行事从不向人解释，成王败寇自有天定。然而我妻女与此事无关，相信你能做出自己的判断。人生苦短，终归尘土，凭什么仙家就可以遨游天地，而我等凡人只能做这井底之蛙？韩立，这世间多少好景色，你就带为师去看看吧。莫老苦心筹谋，妄图灭我元神，夺舍重生，没想到却送我入这修仙之途。莫老啊，您可知当时我靠着小绿瓶催生草药已进入炼气六层。夺舍有三大限制，其一，修仙者不可对凡人夺舍；其二，修行下位者不可夺舍上位者；其三，一生只可夺舍一次。那于子通的元神本就包藏活心，并未将这些禁忌告知莫老，可惜无论是他还是使用邪术的莫老，法力未解都不如我，他们终究还是低估了我这个凡人。